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在感应篇，我们读过前面的三节，推多取少。这是佛家讲的无贪，受辱不怨是无嗔，受宠若惊是无痴，就是经典里面常讲的三善根。而这个地方，这三句十二个字是教给我们这三善根怎样落实，怎样把它用在日常生活之中，用在处事待人接物之处，这样才不至于落空啊。凡人很不容易处在极静的环境中，所以静中之乐唯有大圣大贤才能够做到。凡人要是没有事，他就胡思乱想，就胡作妄为。这是什么原因？贪嗔痴三毒烦恼，太重了，太多了的现象。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都应当明了，更应当要把这桩事情改过来，这个才是修行的功夫啊。尤其是个读书人，做学问的人，不善用心，学业道业决定不能成就。我们看看前人，半个世纪以前的人，姜维农居士、徐渭如居士，这些在家的大居士们，出家里面像印光大师、地贤法师，诸位熟知的云音法师、信慈法师，这些人都是世间所说的读书人、做学问的人。他们能够把精神、时间专注在自己所学、所修的法门上，实在说一天24小时他不够用啊，他哪有时间去打妄想呢？
哪有时间去做自己本分以外的一些事情？这些值得我们参考，也值得我们警惕。所以佛在经论上勉励学人，第一要发菩提心，真正发菩提心的人修行正果，哪里需要三大阿僧祇劫？一生决定成就。我们在《华严经》上看到善财童子，善财童子何以能够一生成就？就真正发菩提心。真正发菩提心，用我们世间话来说，他真正是尽忠行孝啊。忠于自己的职守，这就是真正发菩提心啊！把你自己的本分事情做到尽善尽美，全心全力专注去做，那就是发菩提心。事出世间，无论哪个行业，一心专注就成功了。不但成功了，圆满的成功。凡是没有做到圆满，你没有尽心，没有尽力了。三善根教我们纯是善心，纯是善意。善心是体，善心里头决定没有恶念。善心绝不是我们所说的善恶之善。善恶之善不是善心啊，善心是真心，善心就是菩提心的，善心就是清净心、至诚心，里面没有善恶。没有真妄，没有邪正。维摩经上说的不二法门，真善啊。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是这样的人，不是善恶里头的善人，善恶里面善人那差远了，那是三善道的人。我们要认识清楚啊，心地纯真到基础，真诚到基础，就叫纯是善心，也就是纯是真心，纯是清净心。善心其用，这是善意。善意是第二意了，善心是第一意。
善意是什么？大慈大悲也，从善心里头生出来的。这个我们要懂得，对一切人、对一切事、对一切物，纯以善意。善意里绝对没有恶的念头。什么是恶的念头？诸位总要知道，自私自利的念头。这是恶念的，所有一切的恶业都是从这个念头生的。人没有自私自利，他就决定不会造恶业。自私自利的根，相宗经论上讲的物质啊，这是根的，这个是六道轮回的根本。只要有这个念头在，六道轮回呀就别想出去。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呢？就是从这个根变现出来的，自作自受。这个根在相宗里面讲的，我痴、我见、我慢、我爱，这个四句，诸位细心去体会。我是什么呢？我是痴，是见的，见就是成见、固执。傲慢、贪爱，我们今天讲的自私自利。佛家讲的更详细，这四个字就是自私自利。只要有一丝毫这个念头，你的意就不善了。你决定会造无量的罪业，自己还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学佛学什么？就学善心善意，善心善意流露出来的是善心。也就是表现在我们生活当中，生活是善心的。表现在工作里，表现在处事待人接物，无疑不善。人们有这三种善，善心、善意、善行，给诸位说，烦恼就没有了，习气也消除了，智慧生起来了。有智慧，你自然就能辨别真妄、邪正、是非、善恶。你就有能力辨别了。我过去在这里讲过大陆上这个法轮功的事情，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？就是
一般人没有能力辨别，真妄邪正是非善恶，没有能力辨别。如果有能力辨别，那一眼就看穿了嘛。那个东西是假的，是邪，是恶，是不善，谁还会去理他呢？我讲的希望大家多听听，实在是一遍不行啊。多听听呢，你自然就明白了。那么我讲的这三个，善心、善意、善行，标准在哪里？如果你要不能够理解，你还是会落空。实在佛家大乘经典里面讲的非常究竟圆满，可是大乘经太多了，我们只选一部，选一部无量寿经，或者是选一部华严经足够了。可是必须要深洁意趣，把我们一生的精力时间都投进去，你才有个入门之处。如果不是把全部精力时间投进去，说老实话，你是不得其门而入，你只是在门外看看而已啊，叫门外汉啊。为什么要叫全部时间精力投注呢？那叫一心，一心就能成就。你再没有妄想了，再没有杂念了。凡夫都有烦恼，都有习气，烦恼习气这个现象就是情绪啊。所以我们观察这个众生，哎，闹情绪，情绪有高有低呀，像波浪一样啊。有时候平静一点，有的时候大风大浪起来了。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？无始界来的烦恼习气嘛，外面那个境界就像风一样嘛，你的烦恼习气像水呀，那一刮风的时候就起浪了。六道凡夫哪个不是这样的？个个都是啊。心情永远是平静的，不是凡夫。反复决定做不到啊，那在我们一般讲呢，真正有学问、有修养，学问修养在那里表现，心平气和，永远保持着，这是真学问、真修养啊！在我们佛法里面讲，真正能保持心平气和啊，不会胡思乱想，不会胡作妄为，四圣法界啊，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他们扶住了啊，那真正是学问功夫到家了啊，他烦恼习气并没有断，扶住了。
他的定、他的慧辅助啊。如果把烦恼习气断掉了，那是圣人。华严经上讲的化身大士，我们学佛，我们学经教，要以这个为标准呐。努力一点，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要证得圆教初住菩萨的果位。这个事情是难，善财童子做到了，他也是人，他也是个凡夫，跟我们没什么两样，他能做得到，就说明我们人人都可以做得到。问题在哪里呢？他发了菩提心，我们没发菩提心，他一心一意学菩萨道，我们虽学菩萨道啊，还天天胡思乱想，差别在此地。他是一心一意学菩萨道，他没有时间打妄想，所以我们看到他是真精进的，那不是假的，真精进啊！你看五十三参，每参还一个善知识，他的境界向上提升一层。参访德云比丘，他是初住菩萨；参访海云比丘，他二住菩萨；参访妙住菩萨，他是三住菩萨。他天天在升，往上升啊！他如果有丝毫懈怠，有丝毫懒散，他就堕落了。他怎么能够超生呢？永远保持不断的精进，所以人家一生圆满菩提啊，这是世尊在华严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啊，说明无上菩提，任何一个人在一生都可以证得，只要你学善财童子这样的发心，这样的努力精进，哪一个办不到啊？人人都办得到啊！人之所以不能办到，善导大师讲得很好，总在语言不同，这句话很重要。什么是缘？修学环境、生活环境，果然能够遇到好的缘分，遇到好的善知识，遇到好的生活环境，好的同参道友，那么你这一生决定成就。你修学过程当中没有障碍吗？但是要遇到这样殊胜的缘分，诸位想想多大的福报啊！我们今天住在这个环境，这个环境可以说是相当殊胜，但是还有些人为难你，看你不顺眼，说你的闲话，给你气受啊！我们接触到了，心里想，哎，我福报还是不够啊。比起一般人的时候，那我有福的多了，我有这么好的一个修学环境啊。
总要自己觉悟，总要自己认真努力，一心向上，与人为善。我们在一生当中，心善、意善、行善，见一切人，只看人家善，不看人家恶。我们一生呢，生活在纯善的世界呢，你说这个生活多美，这个人多幸福。所以幸福与否都在你一念之间。你一念正，你的一生过幸福美满的生活；你一念邪，你也就出乱世。你的生活充满了荆棘，充满了苦难。所以我们在这三句在此地做了一个总结，一定要学诸佛菩萨，以善行、善意、善行对一切人、对一切事、对一切物，我们所遇的没有一个不是善人，我们所处的皆是善境界。净土华藏岂不就在现前吗？这个桩事情就在乎我们自己要觉悟。觉悟的人永远保持一念善心，这一念善心就是自己的真心，就是自己的本性。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，就是说的这桩事。佛教人修行就从三善根修起，无贪无痴无嗔啊。这个话佛说了万遍不止啊。我们听得耳熟啊，可是就是做不到。做不到的原因就是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放下，利益众生的念头没提起，如果我们今天出家人的本分为人演说，我们自己的本分事情没做到，前天我们会见新加坡未来的总统纳丹先生，他告诉我他对佛教非常尊敬，他说佛教不重外表，重视内修，他说的话很内行啊，他清楚啊，他明了啊。
他知道佛法本分是自己认真的修行的。是在用内功啊，提升自己的境界。就是佛教给我为人演说，演是表演，做出来给人看。所以我们今天讲经说法总题目，陈大师那天问我，你们的题目是什么？总题目。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。这两句话呢，就是世尊为人演说的落实。演是表演，做示范。我们要做到啊，然后才能教人。你自己都做不到，所以讲这些经觉得难为情。难为情要不要讲？要讲。不讲你就完了，你就没救了。没讲一遍觉得难为情，良心发现的好事情啊。如果不觉得难为情，那个人就麻木不仁了，就完了。还觉得难为情，你这个人还有救，你还有良知啊！一定要讲，常讲多讲，慢慢自己不知不觉就契入境界了。所以我们看到纳丹先生他懂啊，我们如果能从这个地方下手，从这个地方认真努力，道业决定会有进步，会有成就。特别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，如果我们一心在道业上，一心专注在自己本分上，这个世间的灾难会忘掉啊！我今天把这个《华严经》课文表解里面一段序文缘起印出来，给你们同学们做参考，你们去复印。你看看，在这个艰难困苦的时候，人家是怎么做学问？天天做这个工作，乐此不疲。天下大乱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。他为什么会忘掉呢？他心专注在这里了，没有去想别的事情，这人家成功了。我们今天要是专注在经教上，天下太平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境随心转，这是事实，绝不是说说而已，千真万确的事实。你们去验，这本子你们都有啊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
我们就讲到此地。